当时呢，其实角童音乐所制作的，跟两厅院一起合作的《很久没有见我了》，你在2012年总共演出了三场，每一场都爆满，然后观众呢都不断的 uncle 之外，后来大家就索性，因为当时国家音乐厅呢是对他们开放的，就索性就算了，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就大家跑到广场上一起跳舞，而且还搭了一个小米酒的棚子，然后现场每一个人都在唱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白米酒，喝起了酒，而牵着手跳舞的包括了台湾的第一夫人周美青，我们刚刚看到做梦的张43，另外一个做梦的人是一个被选入台湾第一位在太阳剧团里头被选入的张艺君。张艺君的出身，他是一个非常穷苦的小孩，是一个单亲妈妈的孩子，他是新竹眷村里头长大的单亲妈妈的小孩，从小在庙口旁边就看着别人耍大刀，他一心一意想要跳舞，后来进了国立艺术，也就是现在的台北艺术大学。那台北艺术大学呢，现在很多人都出头了，可是那个时候当开始他要去念舞蹈系的时候，母亲是反对的。那在学校里头呢，他常常连吃便当的钱都没有，所以他的老师罗曼菲、平衡等人都经常不只是帮助了张艺君，甚至还帮他张罗一点吃饭的事情。东方跟西方的文化可以在他身上融合的特质呢，使得太阳剧团在选角色的时候就完全选上了他。可是选上他的时候，他还在当兵，他还有6个月才退伍，太阳剧团对他的重视是，这个空缺我可以等着你，然后我跟另外一个来自于墨西哥的团员呢，签约只签6个月，然后等到你一退伍来，他就立刻加入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太阳剧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再穷苦的孩子，只要敢做梦，他的人生都可以变成非常的大。那后来呢，他就跟着太阳剧团，在包括像澳洲的雪梨、澳洲的墨尔本，还有纽西兰的 Auckland 表演。他告诉他穷苦的母亲说，妈妈，我或许选择了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没有办法让你大富大贵，可是你因为我，你每次来看我，旅游全世界很多不同地方，你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台上的张艺君严肃而专注，一举手一抬头无不展现出力量。张艺君，台湾舞者，被选入太阳剧团的第一人，参加了今年纽扣计划公演，把世界舞台上的所见所学带回家乡来。演出前一天跟我们约在高雄卫武营的草地上，骑着脚踏车的张艺君又笑又叫出现在路的那一头，完全的是个大孩子，还是手舞足蹈怎么都停不下来的大孩子。做很多的张艺君似乎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停下来一秒钟。小学2年级，无意间看到大礼堂里正在练习的民族舞蹈课，他却停下来了，停在舞蹈殿堂的大门前。小学下课后坐火车到老师家学舞练舞，从下午6点练到晚上12点，学耍花枪、挥大旗，经过庙前面有人搭戏台，他就自告奋勇，带着彩带、道具跟录音机，要求庙方让他做开场前的暖场表演。他们演歌仔戏之前有个板身，然后板身在更之前，我就说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然后我来跳一支舞。张艺君小时候其实是个胖小子，长得不高，身体的柔软度、筋骨的弹性都不是很好。总的来说，就是他的条件并不是很适合练舞。我常常为了跳芭蕾舞跟现在舞跳到舞。躲到厕所里面去哭，一字马劈腿也没有。我的左脚啊，还是我到太阳就是3年前才拉开来。可是你知道我在台湾训练已经训练14年了。拼命的练习，全心的投入，不只是要克服天生的条件不足，更是要让妈妈认同自己的理念。张艺君想要跳舞，但是家里从来都不赞成。妈妈反对他念舞蹈班，反对他念北艺大，也反对他去太阳剧团或云门。
张艺军以苦练证明自己可以跳，报名各种比赛，带回各种奖状奖杯，为的是向妈妈证明自己会跳，而且跳得好。因此参加过对岸办的中国舞蹈大赛、蒙藏舞蹈大赛，甚至是日本综艺节目《超级变变变》。用成绩来说服妈妈，或是用奖状来说服妈妈，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想参加各式各样的比赛，什么作文比赛啦、演讲比赛，跟玩舞蹈完全没关系的比赛我都去参加。妈妈的反对让我就是一直要往前前进的动力这样子。同时单亲的张艺军家里的经济很不好，住在新竹的张艺军遇到隔天得一早到北艺大或云门练舞的时候，常常前一晚就睡在台北车站，省车费省住宿费，身上的衣服很多是从二手回收箱里找出来的。念北艺大的时候更好几次缴不出学费，差点要辍学。哎，这个有点难哎，好，这样比较适合你，这个就是你的。不过张艺军的努力与热情让老师无法轻易放掉这个学生，靠着很多老师帮他争取奖学金，帮他带便当，争取演出机会，张艺军才能完成北艺大的学业，然后报考太阳剧团。兼具国剧身段和技巧，又中又西的张艺军第一眼就被选上。知名的剧团在外人眼里，这就是肯定与成功。不过张艺军仍然一如以往苦练，不表演的时候继续上各种舞蹈课，晚上十一点半表演结束之后，他又自己留下来练习空中吊挂绸缎的技术。有一回正式表演的时候，张艺军挂在半空中，一个结绕错了，卡住了。为了不影响节目进行，张艺军苦撑硬撑，直到表演结束，脚已经整个麻痹。退场的时候是以单脚一路跳上后台，这是一个人生风景嘛。回来台湾，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创造希望，可以教更多人跳舞啦，把一个在舞蹈里面可以得到的乐趣传达给更多人。在太阳剧团三年，在全球各地的舞台跳了900多场，张艺军回到了台湾，依旧到处奔跑教舞，想找一个靠山面海的地方开舞蹈教室。想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到台湾的舞者发光发热的表演，这一位舞台的苦行僧是不会停下来的。